步改善人生。主持：曹鸿、徐嘉敏、关信培。翻嚟咧，最后一节以服务改善人生啦。身边咧有两位嘉宾啦，都系 Eric 同埋 Ariel， 头先同我哋倾紧偈噶啦。咁翻到嚟咧，我都好好奇想知咧 ，Eric 头先咧，喺广告时间啦，我就同你倾偈，你话咧，原来喺扶轮社咧已经有十几年噶啦。其实系乜嘢令到你咧留喺扶轮社十几年咁耐，继续推动你留喺度服务其他人咧？好啊，不如咧我就讲下咧，其实我一个小故事啦。咁呢个故事咧，其实就系喺2012年嘅时候。我做总吉我做社长嘅时候咧，曾经有一个服务咧，就去俾一啲嘅一啲嘅维修好嘅电器咧，又捐俾一啲嘅有需要嘅家庭嘅。咁样咧就，但系咧嗰个服务机构咧，真系又唔够资金咧，就我哋就赞助咗个运输费。咁我哋就亲自咧送微波炉啊、细嘅风扇啊，同埋啲食物包上去探一个单亲嘅家庭。咁我仲记得那个情景嘅。咁啊入到去咧。就是大家都聽過一句叫做家徒四壁，咁真係入到去呢間喺柴灣嗰邊㗎，興華村嗰度，真係間屋裏面真係乜都冇，得張床褥啫，床架都冇。咁樣呢就係一個女士啦，單親女士同埋一個大概六歲嘅小女孩啦。我仲記得佢呢就係好乖咁，就喺張凳喺張台仔度寫，坐張凳仔坐度做功課，啲字仲寫得好靚啲，我仲記得。咁樣呢咁啊，我哋介紹下啲電器點用啦，我微波爐點用啦，咁即其實就即係當我哋就係一個禮拜六下晝公餘去做一個小服務，咁當時係冇乜感覺嘅。咁但係講下咧，嗰位女士咧就喺我哋面前喊，佢就話好在咧就係你哋定期咧都有一啲義工，就係俾一啲我哋需要嘅嘢嚟幫我哋，因為佢話我平時都要顧住湊個小朋友幼稚園翻學，做幾個鐘頭喺間快餐店，跟住又要接放學。咁都冇人聯絡，冇人理嘅。咁啊，我哋嘅義工一齊送，即係咁好上去探佢哋。咁佢就講翻就喊，佢話其實咧唔係因為有呢啲你哋定期有義工同埋社工嚟幫我手咧，我自己會自殺噶啦已經。咁所以嗰個真係即係改變咗我喺個我哋以為要一啲好簡單嘅嘢，原來咧對一啲嘅好需要嘅群組裏邊咧，其實原來咧呢樣咧係一個咁深嘅感受。咁所以其實咁啊，唔經唔覺咧就係服務咗喺呢度咧呢個十幾年啦，已經16年啦嚇。Eric 咧就十幾年啦，但係我哋知道咧有啲社友咧成20年有30年都有，咁究竟扶輪有啲乜嘢嘅真係？吸引力啊，即系魔力去吸住佢哋嘅咧。其实咧呢个咧就系正正咧就系我哋本身我哋嗰个服务范围咧亦都好清晰。因为第一我哋会系关注到国际嘅需要，同埋自己同期间亦都系本地嘅需要。咁变咗亦都有别一啲嘅唔同嘅机构咧，就可能只系局限某一两个服务，而我哋嘅服务咧系多元化。第二咧。其实我哋头先听过几咁多个故事都睇到咧，就系其实我哋唔系净系帮人嘅，其实喺个过程里边咧，其实我哋自己系不断咁提高我哋自己嘅素质，因为我哋嘅同理心啦，我哋嘅系点样去，我哋嘅观察到我哋嘅社群社族里边有啲咩要帮忙啦，就系将我哋跳出咗我哋自己熟悉嘅范围，反而我哋会去睇下。原来呢一班嘅受众咧，可能系需要某一样嘅帮忙，咁从而咧就如果你自己单打独斗咧，你好快会攰嘅，因为其实都好花精神时间嘅，即系做即系要亦都要要做好多嘅计划等等，咁但系有一班咧，我哋嘅一啲嘅有热心嘅社友啦，咁我哋都系其中我哋有一句就话凝聚领袖。我哋凝聚咗领袖咧，我哋大家一齐咧就夹粉夹脚，就一齐咧系帮到个社区咧做到一啲嘅服务，而正正咧系解决到呢个社区嘅一啲嘅问题。咁呢样嘢咧，其实就系、是、当你做下做下，譬如我自己都16年啦，咁其实如果比起一啲资深嘅社友咧，其实我都系好短嘅啫。有啲因为30几年、40年都有嘅，咁亦都系啦。咁当年长咗啦，譬如而家我哋。仲係即係落手落腳去做啦，咁但係年長咗之後咧，其實咧佢哋就要將個經驗咧係俾傳承俾跟住嘅每一屆嘅新嘅社長，亦都俾年青嘅領導咧，就係佢哋咧就係薪火相傳。咁呢個亦都係彰顯咗我哋國際扶輪同埋我哋每個地區嘅扶輪嘅社嘅發展以及人才嘅培訓，因為我哋都講過咧。
可能你做生意好叻，可能你读书好叻，可能或者你自己嘅专业亦都系好叻。咁但系原来咧，头先 Arrow 都有讲到啦，当你做到服务嘅时候咧，其实你面对一班大家都系咁叻嘅人咧，其实自己都唔系好叻嘅啫。咁反而咧就系你会系学识咧系更加咧就系谦卑，反而咧系。其实是无形之中呢是将你自己的素质呢是提升了的。咁呢样嘢呢唔止是你自己个人，因为呢你会带埋去返屋企啦，譬如好多时我哋啲社长呢都带埋我哋嘅伴侣啦，同埋呢带埋啲仔女呢去参与嘅。我个大女都做过青年团嘅团长嘅。咁的其实就係俾佢哋从中呢家庭亦都有个得着。咁呢个呢工作法律里面呢亦都可以喺个同事呢亦都叫到同事去参与呀等等。想问下 Arrow 就係、是、你嘅年资就冇喺得个千咁耐呀。不过又想听下你即係喺嗰段即係时间里面啦，唔好讲长短啦，你体验到呢个做服务嘅魔力喺边度。因为都是好像多千或者是即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这样。那我自己用时间出来去做服务那个感受是很大的。那也都有很多培训啦在我们这个community 里面。那我们都参加了，我和 Scar 都有啦，是参加了一个我们叫做 CP Academy 的，是培训将来的领袖啦。那在这个即是咁好嘅团体入面，我又学到点样做领袖，又认识到好多朋友，我觉得我嘅得着係好多囉。咁我奉献啲时间出嚟，我觉得好值得嘅。咁其中一个比较深刻啲嘅分享啦，就係、是我带我小朋友喺最近咁上年年底嘅时候，我哋阿妈社啦，我哋 North Point 社呢就搞咗一个服务，咁即係服务一啲年长嘅老人家嘅，咁咧系一个听力嘅服务嚟嘅。咁平时我哋唔会好察觉到原来听力唔好嘅老人家咧系会有啲咩大嘅问题。咁但系到我哋当日去嘅时候，其实真系对佢哋嚟讲好唔方便嘅。咁同埋佢哋大部分啲年长者咧都系独居啊。咁我就我个仔当日去做 service 嘅时候，佢就话：哇，妈妈，原来啲老人家系咁惨嘅，点解冇人理佢哋嘅咁样？话因为佢哋啲仔女咧都可能自己生活都未有搞得掂嘅情况下，就会冇办法照顾自己屋企人咯。咁咧佢就觉得一定要同爹哋妈咪住，即系唔可以抌低自己嘅父母咯。咁我觉得好深刻嘅，因为当时大部分啲独居老人家咧，佢就话。我打俾我个仔，佢都唔听我电话，咁我就觉得好心酸啊！点解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咧？即系好惨咯，其实呢老人家，咁我自己就觉得，呢啲老人家系需要我哋嘅关怀，同埋都呼吁，即系大家尽量都同自己父母一齐住咯。听到呢度咧，其实好深嘅感受啊！即系咧，大家都系因为咧。做了服務之後，見到那些服務受眾他們受益了，他們原來你們一個小舉動，好像剛才 Eric 說，他們只是想著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去送家電而已，講解一下家電怎樣用，想著都是一個幾個鐘頭的行動而已，但原來對於那個受眾者就是一個祝福來了，就是他感受得到被人關懷的那種感覺，我想這件事就是令到人重新再有希望，我覺得是啊。那去到節目差不多都即係最後少少時間啦，或者請兩位嘉賓會唔會可能做一啲呼籲，就係出邊其實我相信好多人都好想做服務，想回歸社會嚇。咁你會同佢哋講啲乜嘢咧？就可以鼓勵佢哋行出呢一步。我就會呼籲大家咧，就係、是、其實係莫以善小而不為。就其實我哋唔係一定要做一啲驚天大件事就叫先叫做成功嘅。咁其實我哋。只要提留意到身边嘅相关一啲嘅受众，佢哋可能係帮到佢嘅话呢，其实可能就会係凝聚啲力量喺唔同嘅方向里面呢，就係、是、提供援助。Ariel 呢咁我呼吁多啲年轻人呢，其实就算结咗婚嘅屋企人都出嚟去做呢一个服务呢，因为你自己体验咗之后对你教育小朋友是很有帮助的。自己有同理心，小朋友都会有同理心。我们的社会就和谐很多。哇，所以呢其实呢最重要就是那个心。因为其实呢我相信呢很多人呢仍然是有那个心呢，问题真的不知道怎样去走出第一步、啊、Sean。所以我觉得呢，即是听完之后呢
真係好似佢哋講要身體力行。冇錯，亦都頭先 Dr. Chin 話齋啦，即係其實你睇下自己有幾多資源，你咪投放幾多咯。即係如果你真係湊到一班即係多啲，或者已經有一啲社你想加入嘅，咁就加入，或者甚至乎七個八個朋友咁就想開一個幾個叫做 satellite club 咁樣，就亦都可以做嘅呢件事。咁聽到呢度啦，節目今日咧就年三十啊嘛，喺度咧再一次祝咁多位聽眾啦，同屋企人咧團團圓圓啦。咁同屋企人相聚之餘咧，亦都可以諗下點樣關心身邊嘅人啦。冇错，我哋下次咧就会喺初七同大家咧就再会见面噶啦。好啦，咁下次再见，拜拜，新年快乐。以上内容纯属主持。